好饿，快饿晕了。你在哪儿找得到吃的呀？大海养育了我，快赐予我们食物。哇，完蛋了，这么好的荣幸就没了。三队长 ，no， 让我来看看怎么这个事儿。终于进入正式氛围了啊！有人来了，直接猛攻，对，先灭一个是一个。我的龙哥，谢谢大海的馈赠，很鲜美了。我感觉我的心灵得到了洗礼，我的肉体得到了解放。小记者前方爆料，萌新岛民们上岛后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冒险之旅。咦，这位在树林里悠闲游走的少年看起来像是在搜寻什么。啊，这是找到吃的了吗？耶，同组的两个赶海少年出现在海边。是哦，身在海岛，鱼虾蟹队可是天然的食材。海队有好多哎。在海边的不止两个人，同样为了觅食，看来大家都很默契地想到一块了。螃蟹，这南海的收获可真不小，小林甚至当场吃起了海鲜。这边的两个看起来也逮到了好东西，大家今天都算是有着落了。另一边的杨迪跟小贺也没闲着，历尽磨难的三轮车子这次也体验了一把刺激的。看大家都这么努力，海岛生活究竟如何？敬请期待下期海岛小记者。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。上面搓搓，嘴上搓搓。不对啊，东西怎么没了呢？太饿了。你在哪儿找得到吃的呀？我真……我们去找点食材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吧。完蛋了！三队长。No， 但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可以烧水的容器了。完了，这个猫耳朵是啥呀？哇，难难难难于上青天。看到鲍鱼了，哇，好新鲜！哇，这全是。哦，木吧？是蛤蜊啦，有点小味道。哎，真的好吃，鲜的。哇，真的可以，真是物资丰沛呀、啊。太热了，这有个洞，我感觉这里应该有螃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看有没有。这还得拿盐泡，我没盐泡啊，不然吃的全是沙子。我好饿，去打个椰子吃吧，吃不了了。啊，好苦啊！我饿晕了。看我的仙人掌，这什么味道啊？怎么形容呢？没熟。你们一会儿吃啥呀？不吃了，今天。啊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现在已经饿了两天了，我看看还能饿几天。夺旗攻防战，对抗任务即将开始。失去旗帜的队伍将变得一无所有。我们的东西又忘，刚回来，我们把我们的旗藏起来吧。上下缠更好。对啊，快。这真的不好拔了，让他们拆半个小时。他们过来直接吓退，门都让他进不来。守家还是出击？我们就坐着，就守着。蔡老师肯定东西特别多，特别好。三分钟结束他。我的战术，直接猛攻。来人了是不是？把武器都拿好。我的龙哥，尔虞我诈，弱肉强食。哎，前面来人了。哥是来给你们送祝福的，您就别来了，我们准备堵后门了。等你上来，你肯定是没辙的。我过来谈结盟的，想把蔡老师弄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听你们的。友军，友军，你们怎么三队成友军了？先灭一个是一个。有人啊？谁呀、啊？别搞，我真服了。出动，你们戴面罩的。戴面罩。像个男人一样战斗吧 ，Bingo！ 我被偷袭了，名字被拔了，张俊元，我替你报仇了。趁大后方空虚，直接绕后。唐子安，黄俊在后。游戏嘛，没办法了。一二一。
和你好了。你平时会跑有氧吗？好啊。我不跑，累死了。来，我们去挖红薯。都被他们挖完了，谋了。看我的仙人掌，这一口吸进去。不是，你可以去舔一下。这什么呀？这个叫野菠萝，去皮可食用。也没啥汁呀，好像那种嚼过的感觉。你很喜欢喝这个汤哈，好鲜的。真的可以。这汤喝多了真的会拉哈。那你看看什么叫奢侈。哇，太美了。爽到了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。捕鱼这项技能可以说是海岛生存中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能。今天抓鱼比赛的第一名可以离岛采购物资。我们是六个人一起下，他们输定了呀。我们两个要下三次。哪儿啊哪儿啊哪儿啊？没有啊，我鱼都没看到在哪儿。在这儿。哎呦！哇，跑了！跑这么快啊！哎呦，真难抓。这是滑。来啦，抢了啦！抢啊！你的力量哦！快！哇！快！大家，大家起！哇！我的鱼！帮我们！给我们一条生路！算了，我不能这样。鱼！我天哪！我是鱼，我的呀！哇！哇！呀！这谁抢得过他？欺负老同志，我们要不四个人突围一下吧，要不都别要，我们得弄了。你们好像已经没戏了，我们除非抓两条。丁哥来吧。 OK， 那我们俩吧。叔叔，我帮你。龙哥别忘了我们的招。